到群龙。同样没有携带战神纸、哎、啊，没有战神的话就看哦，哎呦，开场倒了一个人，有大克。这边是国标，对战方是哦，都是国标啊，国标打国标，国标打国标，有个阵法大克、嗯。女儿村这是第四回合直接被点。来看一下在速度方面啊，由于对战方鸟阵，虽然说是女儿被点，但是大唐的物理速目前还是保得住的，占了个十五位。对战方这边大唐是个八速，法系速度也不用想，因为有这个鸟阵的加成。其他位置速度我们来看看，四速、三速是在地府哦。观战方是个二三四速的衔接，就是说除了丢两输出以及一速之外呢，其他速度的衔接还是挺舒服的。是。那这场对于驱魔孔庙来说的话呢，这个鸟阵被大克，也是稍微要有那么一点点困难。哎、啊，在开局阶段的话，观战方这边花生可以补宠了，而且观战方这地府调的非常快，你像他是差了十的速度，他是比自己的花生快。开张有一波抢攻、嗯，那么把对方的女儿村先给压倒。是。这163是没出吗？还是说直接被秦调加宝宝给压到了？就一会儿我们可能得看一下、嗯，对吧？如果再行发动点杀女儿村的时候，看163还有没有。如果说开局163直接就是说被打得比较零散了，嗯，后面这是个小隐患。就我想点你这个女儿的时候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或者就是秦楼这边，嗯，神木林直接把秦三爹交了。或者就是他开局是不是有一把侵蚀，反正他本身他就、就是奔着去打这个163去的， 对应该是啊，但是没想到对方放女儿村的话直接被点倒了。两边漫天应该是各有一把，目前来看、嗯、各有一把的情况下呢，看这个回官方是选择继续清宠呢，因为大唐有盾，官方法系还没上塔，也就是说再想用打163的方式去压对面的法系好像难度有点大。空大堂了，那这把就是提前破没点杀，是不是要去清一下对战方女儿宠？这女儿宠也是先起流云，啊、嗯，清大堂宝宝，两把漫天，六回合还挺快。法系有精清啊，这个回合也算是一个防点杀操作，但是你精掉之后呢，就等于是在接下来的两回合里边，对战方是没有办法通过用秦三杰的方式来压观战方的神木林的。大唐宝掉了之后，下把得出宠，得看谁提的大唐，谁提的女儿村。哎，还真是大唐宝宝提的，女儿没起来，这等于多延了一回合。哦，这对驱魔孔庙来说挺伤的。虽然说对战方女儿村起来之后，其实也没有必要去硬摁这一瓶酒、嗯，但是说缺少一点控制。是。把化生四给控中。怕高速提直接活，没有，没做这操作。观战方这回合是不是要再点对战方的大塔？可点。啊。破甲提前给过了，已经。直接挂过去了。嗯，那无论你是渡劫也好，无论是这个拉防御圈也好，全部给你赚掉。伤害吧，两千五，两千可不少。有了有了有了，是有了雨天气。法系没有清，法系没有精清，上把已经放过了。嗯嗯。单抽啊，甚至说都不需要宝宝平 A。观战方这边神木林宝宝掉一只。哎呦，这 开场的节奏还是不错的。开局节奏屈服，这可有点烈。嗯嗯。得亏这把是啥呀，善恶没手女儿，对，就是跟的是，嗯，啊，人开直接活了。哦，观众方大堂手里还有一把漫天了，已经不给王两、两把观众方，两把漫天，这 对面一把漫天，五千活到这儿、嗯、血量还是够多。哇，你说这个血量这开局这是怎么点死的？宝宝全恶爆，然后秦三叠、嗯、我觉得讲道理，你看
这按理来说这个血量冻上一个，那这会儿的话秦楼完全就可以再继续补上恶宠了。是啊，无论是想练习压人还是说从宝宝上面找一找优势都可以把女儿从宝宝清掉。嗯，看一下这把要不要开了地府去给大唐补王两。嗯，下回大唐能起。哎，那其实观众方女儿村如果要说出宠能够下河拿马抢一速的话，嗯，对于秦楼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啊，观众方这边大唐的话可以踩干将，也可以说平 A 再继续强行的去找一把漫天。嗯，花儿四可以提前把金刚拉起来。是，这把又得拉防御圈又得活血的。嗯，可以清化生宝宝这回合。哎，不让冰川密润，看一下出马之后下一回合的速度啊，强行拿一速了。哎呦，那这个节奏对于秦楼来讲有点好呀，是相当好。再抓一手，得补个黑月吧，我觉得得补一个，我觉得。哎，摇铃还行，跑了，嗯，还行，破血清法系，再抽。可是你再这么抽，你这风铃一会儿可点人可点不了呀。嗯，抽身踩个塔。对。再清没掉，大唐能起。嗯嗯，宝宝没清掉，自己这边跑了个法防，这回合不是特别好点。不好点的话呢就继续清宠。哎，靠宝宝去守对面的大唐尝试一下也行。可以，女儿村有一速了，对面没给黑玉的情况下呢，观赏女儿村现在拿马有速度圈之后有一速了。因为对战方的花儿寺有可能会渡劫给到自己的这个神木林啊，就是曲阜孔庙那边，因为那女儿村面前有盾，应该不太至于吧，不太怕吧。嗯，连不控哦，直接还是有点像破甲丢，但这一把点神木林是不是太明显了？有配速吗？没配速了吧，那就是勤的，那应该就够勤了。上塔之后，渡劫有吗？没有，活血给的女儿村。嗯，那这神木林幺六三也要看了，这必看啊。对方神木林的话应该会起个纸人吧，可起啊，你别四刀空切应该空切不掉，这纸人是要起的，因为已经没有人管的了。冰川青虫宝宝再神琴音三叠，那可能神木林好像肯定神佑了，神佑了，但是他倒了，观战方这边就是村有一速在神佑啊。嗯，还有二十滴血打不住了。嗯，哇，这么明显的点杀没有防吗？主要是这样子，就是对战方没觉得自己丢一速，他女儿村是出手的。啊，不是，嗯，那你对战方女儿村倒地之后，嗯，你那个是开场宝宝。嗯，观战方出了一只宠，姑且不说，嗯，他抓你时候速度拉一尾毒将，他为什么呀？主要是对吧？抓速度这点啊，就上回合就该补黑玉。对呀，啊，嗯，这样的话节奏就很不理想了。提前丢破甲，这破吧，破四个点了已经。啊，嗯，直接先给你来一个青青宝宝，现在反抓就有点太忙了。嗯嗯，摇摇铃，壁垒还清掉，主要这二号神两次也挺关键，是，哎，难受。有个地厅，这个回合对战方大唐还是不太好保，女儿村要不要真过战方地府保一手大唐啊？有地厅在的情况下呢，其实是可以考虑去压对面大唐的，即使化生活上过战方这边大唐的伤害，刚刚也看到了大克两把漫天之后，就算不拉这把金刚，现在这伤害也不太好顶。哎，这把都不用去管对面的女儿村。嗯，我觉得他只能真地府。啊，没针，没针有点拖大了，你这可危险呀。没针地府的话，第一吃盐，第二这回合有可能大唐再被点，花儿寺给把活血。他是这样的啊，就反正就这两点，你针了的话呢，你至少他有可能是盐不出去，或者说挂不中，对吧？啊，但你这样的话呢，你相当于是立正啊，你无效操作呀。是。
看能不能把这宝宝清掉吧。如果能清掉，那对群龙来说就大赚了。这宝宝要判，不判的话也不太好点。2500啊，有单，哦，超级幸运，还没完，没连了，哎，还行，很关键。渡劫在，还能再吃一手。嗯。后手卡小四海，顶了个大四海给化生，是怕化生有危险吗？这回合这是。那反正是已经赢过对面的神木了，他下回是起不来的。嗯，下回起不来，郭展芳这个回合其实还是可以再接着点的。如果说这个回合不点的话呢，你就赶紧笑琴音。但我是觉得扫加抽神木好像是大唐好像挡不住，就是不管你这把给个渡劫，就是看看干将开刀开多少吧。暗防了，这把防御按的好，已经知道这个回合你想去硬顶可能是顶不住了，然后笑了神木林，神木林是抽的，渡劫还在，连了破掉，那就2000多血嘛。嗯，看恶报，那不行，那这个大、不是他暗防的，他暗防的，后手有大金，那就没有出鱼的说法了。还行吧，这回合防下来了。我觉得青楼这几回合选的点杀点都太明显啊，太明显是太。如果要说去点一下点地府是吧？哦、点地府是、哦嗯，因为你有干将点地府呀。是。那么你点完他，他首先他不能起来之后反点你，第二他不能抓你速度了。是。啊，你点这个大唐太明显了。点大唐就是怎么样？就是贪。嗯就是、点大唐就要换一排了。哎，对。哎，就直接就要、就要看斩。是是是。行，让地府先给女儿村留上来，把一速先稳住，然后马也要过期了啊。嗯。反一个干将。6000冻上，好，还有一丝血。嗯，好，法系能起来反个地厅吧，缓缓局。这不拿地厅先出来战术一下的话呢，感觉对于群楼这边的进攻太顺了。那我、我是觉得，这和群楼防点吧。你说怕对面拉起来直接抽、啊？这拉起来真抽您，我觉得。那他女儿村在里边，我这回是不是控他地府就完事了？对战方女儿村有一速小还有塔吧，看一下。他这个，两回合塔可不够精清。如果要说女儿水地府，然后化生水大唐，就化生水晶鹈鹕堡大唐，慢拉自己的神木林起来，那大唐踩着干将呢，他有速度。就硬压观战方这边那个大唐好像也不是不行，110那没有。其实这把不该放大唐的，对面配速直接给大唐喂五龙就行。对，他开小死的，这把挂地府了啊。其实上上回合挂地府特别好，是上回合是好一点的，先补王两，那地府没了，这干将这扛不住。讲道理来说，魔镜也来了，这扛不住。哎呦，3000-4000。这七杀好像拿到了，破空了吧？破空了，直接破空了。先盾，地挺。那这个节奏对屈服来说非常的不理想。得亏宝宝有神啊，15两只神又还挺关键的。那这你得真了吧？要真。我觉得这得真了吧？是。可是下河16啊，看群楼怎么想。不是对面一速，你真了地府，地府起来、哦，对不对？地府能起得来。那群楼就可以这样啊，封法系出宝宝。封法系出宠也行，啊、或者就观战方这边的地府，开眼也行，或者说再抓女儿村的速度也行。啊，抓女儿村吧，我觉得。嗯，就是封法系出宝，或者还有一种开眼群。哎呦，就不真。行，他可能是怕女儿村控化生直接点对面神木。尿腻，这要是封哦，那控女儿村是对的，他是怕那个女儿村月下对面神木，对吧？不让他出宝宝，先腻出来一手也行吧。可这资源消耗的，我是觉得对屈服来说这节奏有点快，得亏宝宝在神，得亏宝宝扛得住啊，有神。
先蹲。嗯。那这是得防点杀了。女儿村在里边，天然的点杀回合。对于屈服孔庙来说啊，哎，当然了，这个点杀其实也很明，好像也只能先照着大堂来，照着大堂来是吧？嗯，别的单位暂时来说好像不太行。你到头了，你要说打的极限一点、出其不意一点，就地府，就这俩点，嗯，没有其他，没有其他的这个点位点杀的。开场有点劣势，更多的、嗯、应该还是选一个大堂，对，压压节奏，哎，压压节奏。现在要轮到群楼这边保大堂了。哦，扔无魂不让活血，也渡上，渡上还挂过去，那是怎么说？渡上宝宝四贴自己破血法系，但破血的话，如果说只要这无魂不中，那你伤害可不够啊。嗯，点了个紫星，那速度没点破血点，因为怕自己万一扫不出手，没速度嘛。哎，对，连续这样两手的话，屈服孔庙的节奏就完全缓住了。对，缓住了。嗯。主要是爆了把明光，所以说直接给这个神木活满了。是。嗯。那这样的话，暂时没事了。嗯，是的，暂时没事了。对方花二四可以活血给到自己的地府。神木林身上有这个小死亡，真的也就不管了。这观战方不太有这种延点的可能性啊，没有的，没有是吧？那我觉得没有的。怕就怕你想他没有，他啪给你来一个，因为他这把是，嗯嗯，因为这把明活地府，按理来说、嗯、是吧？对。那女儿如果控女儿的话，觉得这把安全。而且对面女儿算愤怒不少了吧？这是四回合，是吧？四回合是不少了。但像你说挂着他如果要留着诅咒是不是就先不警清了啊？碎玉控那这把不耽误点杀呀、嗯、就怕万一活血好像就没啥事、嗯嗯、活血应该就没啥事过来了。但这把官方孩子是不是明开呀、啊、不开吗？是吧？这把明开，我是觉得，这个并不是特别好的这种点杀时机。这刚刚把他是不是就的局又送回去了？只硬赌一手，观战方这边出宠半开啊、嗯，对。但是这孩子在呀，他干啥呀？对他干嘛呀？他不点杀对吧？是吧？哦，他可能就是硬猜什么呀？嗯，给自己大堂加把魔镜。平 A 找半天，那都已经平 A 找半天，那加啥魔镜呢？你说是不是还不认防御呢？是吧？对呀、啊，这这一手有点小微，大堂休息了。嗯，女儿手里边倒是愤怒这把能罗，但是罗的话呢，收益也没那么大，精清又不扛小死亡，最好的结果好像还是真地府。嗯。好像还是真地府是最好的结果，对于屈服孔庙来说。可真地府，嗯，不真地府的话，那个女儿村怕有危险。对，其他人倒不太怕，就怕那个女儿村有危险。嗯，那毕竟阵法有大克，观战方大堂，两截止目前伤害是高啊、哎，伤害太高了。伤害是高。金刚两漫天风头位再加魔镜，没错。水清保一手。真了，这没办法了，这把是必真了。哎，这不能再等到四十回合再真啊！这超快，清宝宝。嗯，就得把这个一直神两次的宝给它清掉。来看一下这。如若再神，那就接着秒，哎，那就接着秒。这宝神三次了啊，血还多，还行，去我这把也还有缓，如果再神一把的话。能稳住，你看看，哎，还能稳住，有点执着了啊，就是要把这只五号给清掉。是，宝的地府那就是挂了嘛，挂女儿了，顶真重。看看上，哦，这把没办法，这反正你宝宝也神那么多了嘛，对吧？来看看这个回合女儿村，主要是我想看看他这个我们之前说的他那163的情况。但是四贴
我觉得这幺六三，这幺六三应该能看到，也不至于说第一把点杀就给破，就完全打空了，对吧？按理来说应该是有幺六是吧？对，也那只能说是出的少，还有个一两把，但这把第二下连就没站住。嗯，后手宝贝也没再跟了，没再跟，刚好就出了一连，是是，直接盖罗防反点了，那屈服大亏，那这把真了没真中，那没办法。那这样的话呢，等于是下回关上地府的岩对面女儿村了。女儿村是不能让你起来的。顶满，观战方什么林出什么宠？是不是不太再出地厅了？我是觉得，因为如果再出地厅的话，对面两输出都能动，你没那么好防，就是没那么好让地厅出，除非就是那种很快很快的。其实那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齐云楼的神木林，甚至上一回合，如果要说起个密润，这回合你随便补什么，下一回合屈服朋友压力都大，因为他罗汉结束了。但是他补这宝宝啊，有没有罗汉不重要，这宝宝有东西，壁垒过来1400血这样了，那就还是要再拿神木林啊。神木也好，这没有去点对面化生四的道理啊。点化生有点那个，这把得先延、下回再点、但就看一下对面有没有捕捉到这个神木林这个宝宝，因为壁垒敲了1400，再也没捕捉到他，至少他脚下没罗汉吧。啊，捕捉到，是不是啊？到了，捕捉到了。这只宝宝太容易被清了，这个出宠的节奏如果要是，就是点，对吧？眼点就是神木林，眼点，拿出这宝宝就是神木林嘛。那神木林出地厅了，对面大唐起风有没有搏一搏的机会？观战方其实是可以考虑女儿控大唐，不让他起风。同样的话，看屈无孔庙，屈无孔庙是宝宝慢拉自己的神木林出快递厅，双方会有一个竞速。是，他这样拉，观众大堂休息。对面的神木林能够拉起来，因为刚好观战方这边神木林你是要补宠的，对吧？你要补宠，你不清宠，你不清宠的话，对面童子拉起自己的神木林，肯定是补快递厅出来。观战方这边看换几个，那管不了了，但一定是要考虑到对方神木林出那种极快地厅。那你说有没有可能这样子？你说他出这俩地厅了啊，他神木就不出地厅了，出个隐宫，可出是不是？就无论出什么，反正你秦楼这边你换的宠，一定要有那种超快的才行，一定要有超快的。超快。那这把名牌对面出个地厅，对，竞速呗。但是理论来说，这地厅官方也不会去封它，因为这种也知道对面出的一定是出快的，你去封它呢，可能会这个出反效果啊。就直接用最快的秒它就行。虽然说是没有顶过小四海啊这个地厅，但是你说两紫火应该是不够的。两紫火是不够的。哪个地厅啊？就是对面就屈服那个，就官方两紫火是不够的。这化生四可别，这化生四未必跟得上那地精速度呢。是，所以说，而且我觉得就跟上了两紫火不够，是对不对？900到1000血，就2000血，我觉得最近还能有点血。最好不要这样去尝试。别，没必要，没那必要，是没那必要。屈服得先把这波防下来。现在群楼优势比较大。因为他大唐没起风，大唐是起的干将，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是起风，那么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屈服的地厅管一只，是大唐管一只，那剩下的拍一只，好像这个局能对付过去。直接加底，屈服的快，而且还压对了。把你这个加急的地厅先给你刮走，只比女儿慢。两边再刮到一个，还看看能不能再滑到，叫四技能，那没办法了，渡劫渡的是好完了。沟通上出现了失误，
朴桑也没挂中，没挂中。那看一下，这个观战方以为自己的地听也快够快，对他觉得自己够快，是的。那这样一只地听，然后也没加敌的情况下，渡劫因为是给的，观战方可能后置是不是有单位会罚站？如果点对面大堂的话，有可能神木林，有可能神木林罚站吧。哦，但破了一只快的，还有一只、扫点。大堂扫有可能神木林加一、加一啊、有可能观战不对，不能加了，那就应该不会罚站，因为如果说再比神木林慢，那对面过来那地听也保不住，有渡劫也保不住。不，神木林没动，神木林加的是自己这个。嗯嗯。那这一把就等于是曲阜把这个优把这个给化解掉了，防反点了啊，赶紧防个反点。这把确实没有不反点的理由。嗯。一尾渡江，那好像还真没有。如果真要点的话，那你一定是得提壶地府的。这一会儿曲阜孔庙可以拉自己的女儿村摁一瓶酒下去了。是。是开场气疯了。开场那会儿确实没必要啊。嗯，是，好在中无魂，宝宝没出来。嗯，哎，这个起风可以起风酒，是，直接换。好，地府变四宿，化生三宿，大唐五宿，也就是说大唐出手是在官方化生之前，除了女儿村，谁也救不了这个局。对于观战方来说，这个回合，因为都在后面嘛，速度。大唐干将，干将还在啊，干将还在，也交真呗。嗯，可以，对吧？你也真对面地府就完了吗？可以，可以，对吧？自己这不是主动拉出一只引弓来吗？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嗯，他女儿村是出的地厅，嗯，他如果说地府想出手，嗯，那是不是就是得他化生去人开啊？你觉得化人开没人给活血是吧？那自己是不是也稍微有点危险？嗯。对面你也可以认为对面是在晃啊，对啊，也可以认为是在晃，但观战方这边女儿村不能不防不管，哦，没管、啊，人开来了，你这秦龙，这个是真觉得就地听还比引弓快，不是人家可以晃你，但你不能不防啊，这个你万一他真是这么操作，你这不是就该真得真啊，真的是。这一下子如果说哎呦四千开啊两千，不过确实贝大克这枚金刚，但是这是暴击也够你受的呀，之前出过一次163，出过一次，这还拍了一尺，而且对面有塔，神木林怎么说啊，抽啊，还好是经济五也够了，也倒了，哎呦那好像真不出来了。嗯，现在曲阜孔庙已经不是说把局给缓住了，曲阜孔庙马上要反击了，已经。一二三四，轮到观战方大唐要出逆境了，这回合。观战方大唐要出逆境了。可出。对面女儿村这个时候也不敢说做什么很极端的操作，也就是地府去稳一手、嗯、啊，哎，直接这大唐要逆境了。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操作，因为对面大唐休息，法器跟不上速度，这个逆境对战方有阎罗令吗？不，他毒，哎，毒开了一个。先看一二三，他还有一个孩子能喂，孩子喂女儿是吧？看一下啊，应该是孩子喂女儿吧？他喂自己也行，他都嗯，啊，地府还能喂啊，够了，喂的足够多，啊、喂的足够多。这把大唐逆境，基本只要你喂的够多，对面没有办法的。和秦楼刚才的大唐休息，对方神木林出一定一样，差不多，对，都是物理系休息嘛。是的。就我们刚刚看到，就算他再读一个单位也白搭，因为后面的俩孩子他地府都喂了，是啊、都喂上了，就还好。啊，这样的话，官方俩引弓。俩引弓开眼了呀，场上脆宝宝有点多、嗯、啊，脆宝宝有点多，还是得先起盾防守了。这时候，嗯，由于速度你现在也不在嘛，速度都是在曲阜孔庙一边。宝宝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嗯、哦，神木林少点，差不多，这边也是神木林啊，也是神木林少。
哎，超级幸运，嗯，好用。这个大唐这个宝宝，从我们刚说比赛开始拿出来之后，到现在为止就在场上立大功啊。他的就是说他的立功，倒不是说造成了多少伤害，而是吸引了很多的火力。是。啊，哎，有把金青，有把金青啊。这金青，其实这是观众点不过去。也行吧，拒绝杜绝万一啊。但是你这样的话就少两把破血。其实，没有那么明显的点燃火，我觉得其实可以是不是先破个血，或者先缓一缓。没开眼的话呢，但是引弓出来一只，两边应该要对清一下，还有一只引弓，估计还是要去护对面的五号。那这回合，对方地府开眼的话，可以和大唐两清宠啊，可两清啊、三五两只有可能都下了，是。打得再稳，如果说宝宝质量高有感知的话，不开也就不开了。那不开 俩感知摸三哦，那不开的话，曲阜其实也是求稳的话，自己同样可以双输出把这个盾给立起来。是，因为我有速度。嗯，换上拉把防御圈也行。哦，招架，还是要清。要从源头解决问题。两个单位的话都有王良，嗯，看一下小眼一开三剑了，点地府三剑八千飘了个下剑，谭家有机会扛住吗？有机会没谭，嗯嗯，怎么说呢，如果是扫点，我觉得扫点赚吧，对，是吧，我觉得会更赚一点、三剑你在有速度的情况下三剑压的是地府，地府的物理抗性我个人感觉没有那么的高，嗯，引弓神一下，那对面大唐补宝宝了，防他出一只地听的话呢，官方大唐也可以起个风，让自己下回合的操作从容一点，对方地府三点零元，如果延了地府倒是这个时候其实现在还行、嗯、即使是对面大唐补一只地听出来的话，那个地听也不能太慢、嗯、因为你下一回合观战方这边大唐面前还有盾呢，是，你那个地听如果太慢的话不太影响观战方这边大唐出手，对，先演，而且还有你要太快呢，你万一神木林群秒还能给你秒到，对，对吧，对，其实这、哎、就这个地听如果真说补的话没有特别好补，稍微有点麻烦，盖罗提前盖罗也怕你补，嗯，也怕你三言地府防你点杀抓速度，那我觉得补地厅得补攻地厅，得补攻地厅去压人，就是哎起风，我就屈服这只地厅可能是比就是正常物理系快的那种攻地厅，是啊，但是碰到了起风，风头大唐，那个地厅也不投了，是应该就这样了，嗯，硬汉，女儿村在里面，嗯，对面女儿村有花，就是如果想硬控官方大唐的话呢，就只输一手化生给鹈鹕或者给这个水清的操作，嗯，但主要的问题是现在化生还带不带水清，因为要带诅咒，对，是吧，对，有没有格子，因为破甲他也带，再加效力经罗，不是不一定有格子，先来看一下吧，是女儿村若控大唐，就说这地厅要出手拿东西，哦，要保地厅压人了。嗯，看看，顶花户中啊，顶花户命中了。嗯，这个招架保护破的就没有意义了。我们来看一下，大唐已经中毒，也没敢，也不投了，哎，也不投了，哦、对，就随缘让地厅出手。是，应该是一只攻地厅，哎，应该是攻的，我觉得是攻地厅。嗯，
当然了，因为他是拉蒂厅的当前回合官方的这个骑的罗汉，哎，骑的罗汉，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不好说。嗯，啊，是攻的。嗯，这伤害也不低，一万八呀。啥也没管、嗯、啊，啥也没管。说句实在话，虽然说是没点杀啊，啊，但是你封了官方大堂，这把封中了，清了个孩子，对于赚的来说是赚的，对对，是赚的，因为你首先呢是地府倒地单位的宝宝，其次魔镜孩子呀。当然是这样说、嗯嗯，就是这个赚不赚呢，还是建立在几个豪门的基础上。嗯，你要是实力稍逊一点，团队没有那么多地厅，那好像觉得并不赚、啊、是吧，是是，他就是顶尖豪门他多，我一换一嘛，对，他不在乎这两只，我又没有投什么人员，是那是赚，是是 是,、啊、是，我就一换一嘛，我不亏。嗯，赶紧起速度圈，好，那就是两只来了。嗯嗯，哎，这个好像大唐和地府出手不是特别协同。是啊，五个宝宝，那你换一个，其实我是不是可以？没问题啊，是没问题。你即使说你不出地厅，你出个正常的宝宝，你晃一手也行啊。嗯。不过地府换掉那个开场的配速是有道理，因为他场上的他自己的药不多了。对。但是你是不是得稍微补一个宠，跟他稍微的去搭一搭，这样他显得有点突兀。或者说，这只同样跟刚才那个五号一样，不投，我也不投，嗯，但还是功力挺，我再把你这个先厉孩子给清掉，也行啊。那就是我是觉得你主要你不投的话呢，就是灵元不太好骗，就他一个还是那样啊，骗不骗我就一换一啊，一换一啊，啊，还是先延地府了，把地府延掉。嗯，也是顶阵封住，但这个回合能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回合的意图并不在于你封印，而在于我要演你的地府。啊，点的，对战方地府直接挂的。哎呦，挂的。嗯，该地厅出手了吧？啊，他哦，对，五回合他是想双眼引弓给呼掉了。嗯，没有去地对地厅进行贴保护。没贴保护。嗯，能不能顶得住纸人？没顶住啊，但好在没挂中小死，没挂出来。这把顶针封中对面地府，很关键，很关键。嗯，后手剑青其实如果过来的话，已经来不及了。嗯，晚了。对。曲阜本来是要再来一把双岩，嗯，再换，嗯，这把就没办法了，先岩掉吧。岩掉的话呢，观战方这边的三号怎么处理呢？因为你地府是岩的，没有人开眼、嗯、那是一个先厉孩子，那这个三号怎么处理？那要三号不处理你处理，那要不就这样子，就下回合就是、啊、渡那个地厅啊？别渡，就是孩子和那个壁垒宝宝两贴。两贴的话，刚才那只三号虫的话也没有后手的给，没啥赛小四海，对对，反正就两贴嘛，看能不能贴住，这要贴不住就难受，是吧？嗯，因为上个回合地府给不出来鬼眼，嗯，地府一定得严官人方的地府，不然的话官人方相似寒针开了他就针你了，就严不出去了。是，屈服的地府是不是还是尽早把这个眼给开了好一点？嗯，那他开眼不影响大唐再补地厅，那得先看看这个回合他是想怎么样，因为我们还是说过、我不一定非得说这种说少两只宝宝的时候我就不点杀了。嗯，但五只宝宝的大唐、嗯、最好还是能够、嗯、还是能够先出宠再点，这样连环性连贯性更高。那官方你要做这把就得水化生活大唐、嗯、不然的话万一碎化生你大唐就没了。对面女儿村，哦，那就是这个地厅不快防点杀了。
哦，这样压死了倒反而没有威胁，如果压死的话倒了。那这一把碎观战方的神木林是为了保着那个大唐出的地 厅, 地厅，对，这并不是为这个地厅服务，对，不是为这个地厅服务。 活歪了，但也算活了个有效单位吧，哎，也还行。那三只了，是不是三只了？是这个意思不？因为刚才那只确实够快。嗯，好，还有，女儿村有个宝宝，对吧？嗯，看看啊，哦，顶了一个药，哎呦，两顶。那这三个地厅引弓能呼一个是吧，引弓可以呼一个，花生得拍一尺，花生起纸人吧，怕对方是一度两天那是保两只地厅啊，然后那个神木林可能是给地厅加敌的。加敌啊，如果要是说开个无间冲观战方里面画二十四呢，那我觉得指人也指不住，这太多了，太多了，要起，真的要起指人，要起是吗？要起指人，不起指人真不行。那可一尺都没了。可是，一度两贴的话，两只地精出手，大唐能出手？我是觉得啊，这咋着他都保不住，因为你如果起纸人，那是确实自己加抗性了。嗯，就像咱们你要两敌没尺，屈服地精质量。怎么说？七星楼女儿村一笑倾城飘中三个，不管了，飘中三个啊。那确实不能指望这个神木林去清那个地精，飘中三个，屈服再换三个，是吧？观战方神木林就直接一把冰川不管，哎，是啊，我强行去找，只能冰。看一下，这真大唐啊，真话是，哎，他这是要真谁？真神木，哦，不让神木加，也给慢的加，是，嗯，这有感知的，哦，这个是先给你把引弓清掉，不让你来呼我的地厅，嗯。女儿村这一手操作完全是为了自己跟华二四，是看观战方这边华二四，那就指人呗，真指人，真那你这就相当于少一敌了嘛，啊，你少一敌了就可以指人，你要两敌你指人我觉得也指不住啊，盖罗，哦，那万一是对是吧，对，那万一是他工地厅可不少，是呀，无间直接顶起来看一下吧，大唐也不出手，嗯，哎，但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还行，因为少了一敌了已经，嗯，这是个魔的，这个是不是标着大唐去的？是，单法全都乱了是是，对吧？应该是标着大唐去的，在对面大唐后边出手，可能比观战方大唐快，不好说。可是，一敌的，如果即使是个工地厅啊，观战方化成我觉得扛得住。幺六三没出过呢，对。对，但最好头上别顶着红云，哎，哦，有渡劫不连，啊，有没有连？因为好像还有花园，没连，没连，没办法，别顶，因为魔的好像就没事，因为就一敌嘛，一敌有魔的话就没太有大事。前排宝宝别掉的太厉害，三千一还行，还行，嗯，还行，连爆少点的话还好，还行，嗯。别冻上啊！啊，但技能是真够多。有法连吗？没有，没有啊啊！烈火终于停了，那得笑女儿村了。没给笑，你觉得你要出宝宝？嗯，单位太少了，觉得没太有这个放特技的必要，赶紧舍上，稳住局。逮捕，这时候就已经停不下来了。嗯。哎，孩子跑了，跑了会不会大唐没拉起来？他得用那个蓝色的，打五号了，对，他得用蓝色的，但少个大金。嗯，风卷能卷到吗？没有，没有机会。嗯，
这个风卷放的时机，把自己风铃给清空了。啊，这把笑了。尚九凡觉得你攻地亭来了。加的是几号？加的是五，也给到五号。有贴相思寒针结束了，看对方地府的命中率。贴励志不掉，还行。有挂中。破血点不一定死吧？破血琴还行啊。A 的也是，他是引弓和大唐都戳的五，怕万一不死。但那这样地听出手一个，什么林出不了手了，那没办法了。对，但我觉得群楼的想法没问题，你万一是两贴或者怎么样，那地听死不了，俩出手那更麻烦，是吧？我就硬保一个，但是这一不硬保一个，自己神木没了，好像把地听拿出来，对于群楼来说现在有点难。虽然说地府是能起来了，但是两输出，你至少神木林是起不来，是啊。38回合女儿村真了对面，这是不是现在这个阶段没有灵源了呀？没有了，他最后一点灵源真的是神木林。好在是对面的地府也没有灵源，所以说神木林40回合能起，再补官方拉大堂，法器起不来的话呢，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哎，不是这一回合驱苦庙不能摄魂化人四吧？摄魂化人四拿鱼咬死，不让你活血，咬的神木林啊？啊，地府。啊，地府，不是屈服。他咬屈服这回合，如果打得猛的话，那化人四补地听，然后直接摄魂观众方这边化人四。我觉得他换鱼是不是就不摄魂了？因为你开不开的没关系的啊，对，因为这回合没有其他更多的操作，是没法活血。就我觉得他如果要那个，就他这把是吊着你别去那个，给地府，哦，直接找女儿村了。我本来以为他要再贪一点，直接端观众方这边画上四的，要了三剑一把，但后续没宝宝，除非你这把直接倒，下把砸钱。幺二六不行啊，幺二六不行，砸钱嘛，砸钱啊，确实砸，砸钱，37滴血那随便砸，砸钱。因为他要是他想要化生的话，他女儿村得给点操作，他就不出于要这个地府了。是，砸钱，倒了。那这 PK 就差不多了。因为40回合虽然延不了神木，但是我能延女儿村，防个反点，因为你有三剑，没挂中，那白打。能把地平建设走吗？还是扫的？下回合还不能动。那这个 PK 下回就没了，好像要没了，直接就没了。就彻底稳住，魅语大金还顶一个，这把就防你点杀。但我觉得对面可能觉得官方也会三剑点，对吧？稳妥点。渡劫撞三剑是最舒服。哎，是。因为你法系倒地嘛，你没得补刀，是啊，一个鱼一个地听，地府这把得先延。哎，你真别说，这不是摄魂化人四不用延啊，或者说就是延了点化生啊，延了点化啊，摄魂也行，摄魂就留灵元嘛，对吧？也行，那女儿就诅咒了，优势很大了，随便打了吧。因为你这回合这时候纸人也起不来，你得活地府啊。是不是刚才没有见过驱虎庙的女儿村用过诅咒啊？哎，没有。他这个女儿村呀，就现在他的金刚怒目带的也特别多，他鸟阵，他鸟头就一定不带了，鸟头不带吗？对，我觉得就不带了。哦，不让他护啊？可是秦楼有盘丝啊，他带个金刚怒目，如果真碰锁的阵容，可能好一点。他有盘丝，但是我女儿村有一速，我如果说我一速传下去怒目的愤怒，会被对面二三四速去控啊，不好搞的。因为还有武装冠在呢。那
那看一下他这个，就本场比赛用不用吧？对，用不用吧？嗯。三河来了。在顶上，嗯，还行。因为我是觉得，如果说对面觉得曲阜上，觉得齐云楼这边是单宙阵容的话，我觉得就一定不会开鸟。是，你开着鸟阵，大唐神木的速度，你跟谁也拿不着啊。对，是的。那就不如开云了，鱼咬一下引弓，引弓神佑，嗯，但影响不是特别大。元村还有两回合才能起，这几个回合对于群龙来说压力比较大。嗯，那要造新的人物单位倒地了，这华二四现在暂时动不了了，因为残就是。半血大唐对吧，然后还有两个残血单位，嗯，一个回合化伤你是回不过来的，保个神木林，活血给神木，没有什么反点机会，这个地府，或者说就是保地府也行，保地府等到把地厅处理完了看甩个剑能不能有机会。强行赌对方挂不中呗。可是要现在是不是真的就可以像刚刚说的这种摄魂直接用攻击亭冲化生了，你是不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你这个时候确实你化生这个时候不可能说是为了自己保着自己防点杀去起盾，还是保的地府啊，选的神木，是拍谁看一下，拍没拍到，那至少就对方地府挂出来加上之前这个操作，就截止看到这儿的话，秦龙现在是不没有太亏的，是看宝宝怎么掉吧，嗯，宝宝的话我觉得掉个两只都能接受，是有蓝光镜啊，二号走一只啊，先走一只高鬼的，还行，这只应该没什么说法啊。是的，因为拍了尺。嗯，这应该我觉得是不是就硬刮幺六三的，反正就刮你有就有没有的话，反正就是亲亲宝宝。是。吃了一尺之后呢，这个伤害倒也还行，对于群楼能接受。好，那其实截止看到现在，群楼下河如若不然，真的就直接再反点那个大唐吧。可是他女儿村未必给你机会啊，交剑点。那我封地，那女儿村是不是可以封地府？对，化生四要保地府出手啊，就硬保给提火，就硬保地府出手啊，甩剑然后拉起来，直接就单抽对面的大唐啊。对，就这回合直接点过去。嗯，因为你现在如果再换引弓的话不太行啊。是是是，你换引弓，你出引弓，人家出地厅的还是在一个节奏上面。对，只要直接交剑，只要别八千，交剑单抽有大克，哎，有机会。对，对，只要别八千，八千罗汉一弹好像有扛能扛得住，9900有了。后手有后手那没一把精进，那没办法。其实群楼这个点法是没问题的，没问题，没问题，这不能再拖下去了。但确实是对面防得好，由于也不是说防得好，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我手里面资源我也防着你这把三剑，对，对不 对, 对？你三剑没下，包括之前我们看就是上一次防点杀是渡劫，然后给一个贝玉大金，嗯，是不是？而且啊，咱是有一说一，坦甲没倒，就他精轻他不放2000血1000的盾，坦甲800血死不了，不够，没有后手宝宝了。嗯，这手应该是主动侵蚀把自己摁倒的，就不要防点。哎，
但是好像没点你，没想点你。四号能开吗？因为那个赐予生香是上回合中的。还有药吗？五个了，地府。哦，也是啊，地府的。地府下的快，因为他开局有一个配速嘛。怒雷。破血清，但对方后不后续有单抽、那这很难。嗯，四千。哦，这样没有抓到对面大唐的话，真的机会就不多了。各打了半场好 PK 吧，我觉得这场比赛，两边各打了半场好 PK， 我觉得。尤其是开局，开局中前期，哎，对，哦，对，是。青龙确实打的还是比较积极主动的，嗯。而且我觉得效果确实也不错。对，你想那个大唐女儿全倒过来，对。而且自己出地厅的时候好像对方也没有太多乱滑到，没有没太滑到，嗯。应该转折点是不是在那把三地厅对一地厅，但是被屈服的地厅快先给你滑掉了，自己那边又过去一个，就对他来说没有造成什么影响，后续有一个地厅没老实出手。连续的那三回合屈服出的两只地厅速度都很快，对，都快，都很快，对，是。就你地厅竞速没竞过，那没办法，是吧？那没办法。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阶段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大唐。由于大唐倒地，法系现在能起但不是特别好起的，就是说血量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呢，划掉一个还行，还行，还可以吧，对方上个也没守过，这方面没什么力，已经是非常能接受了，但这一波地厅还是那个问题，由于你没有大唐之后呢，虽然说神木林站着，但是神木林的速度和地厅比的话，你想快到他前面去难度比较大，是。什么连16个药，但因为这个鬼魂宠在这儿呢，药也吃不下去，再交针呗。好像只能针。那雪天琴也没办法，是对吧？那他顶着挂中了，对。因为无论是神木林也好，或者地府也好，都有危险。嗯。那因为神木林这边面前有盾，正常的活血还是会给到神木林的。只不过给不上，对面大唐拿马之后六速了，四速、六速，观战方这边地府五速是吧？化生七嘛，七速，化生七就是他如果要过你神木林的话，你化生活不上这把血。也可以啊，他点神木林保地厅出手啊，那地厅收后面的宝宝，收后面的虫，如果这样的话挺麻烦。他这一滴是要加上的，硬风没中，没中危险，重头三号开无间，无间那好像是不是就那个了？无间是不是就直接扔敌了给地厅了？哦，把冷光镜清掉，冷光镜神了。正常活血还是给到了神木林两滴。观战方神木林很关键，这回合再顶个藏神能冰吗？渡劫是掉了，但是没出法连，也没动上，也没动住，那好像那四号神佑还挺关键，很关键，至少能吸一个单位，他一定不走，那就要考验一下女儿村能不能站得住了，说实话好像有危险。这二号都没投呢，是他都能秒得动啊。是，就如果这女儿村站不住，那后续还得有一个遭殃的单位。到他了，我们来看一下啊，
六千还真不行，六千不行，真不行，六千不行，一万六，那不行不行不行，两下倒了。二号没投秒七百，那这只比那只速度慢，我们感觉不太行，但没想到差这么多，这么不行啊！哎呦，行了，一下倒，结束了，这 PA 结束了。行，屈服孔庙有惊无险吧？嗯。闯进到了215届武神坛的八强。这没得翻了、嗯、这翻不了。哎，一把群秒、嗯、再看163电沧海直接给砸倒啊。最后一只冷光镜，还有一丝血，恶爆。好，那也是恭喜屈服孔庙，战胜了群楼，进入到了八强。哦，这比赛进行的比较快啊，是。